桃园市府近来扩大管控六大公有市场外围摊贩，其中在小路众多的八个大南市场，透过拦路来缩减只剩下七个出入口，并派人稽查劝导落实人潮甚至人车分流。随机抽问前来市场购物的民众，多半表示支持，认为这样一来比较安全。要这样比较好啊，这样比较好。对啊，比较安全啊。这样说可能比较不方便。还好啦，哎呀，大家就是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啊。会啊，我会配合啊，只能靠自己自律这样而已了。走进八德大南市场外围摊商区，早上九点多，街道上仅有三三两两行色匆匆的采买民众，机车购物组则被拦住在外。虽然显示管控人潮分流有成，但也代表市场生意大受影响。有在地摊商表示，现在开店一天赚的钱可能还比外送订单少，许多店家改靠外送服务来咬牙苦撑。对，现在市场有很多摊位就是只能靠外送，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都在家里，妈妈会比较不方便出门啦。那个金额一定是比这边的金额、现场的金额还要稍微高了一点。对对对，都只能靠外送撑啊，不然门市会GG耶。疫情除了威胁人们的健康安全，也威胁人们的经济收入。如何在疫情期间落实防疫，也照顾到百姓，考验政府智慧。记者刘雨婷，桃园报道。